农历羊年十月十四，今天的资讯有：中国2015年度家庭游戏开发者大会今天开幕了，东方明珠、百家和、微软、索尼、SE、完美等诸多国内外游戏大佬纷纷出席，讲了一堆支持、有前途之类的听起来没什么用，但是也许可能将来会有用的话。然后面对国行游戏，颁发了一系列最佳游戏的奖项，宣布了双主机国行玩家突破了50万，并且定出了明年内国行玩家100万、国行游戏100款的目标。听见了这种一次线性增长的目标，小编只想说，步子迈大了容易扯着蛋，那么步子迈小了会不会崴着脚啊？IGN 放出游戏崩解9分钟试玩视频，从视频可以看出，相貌可爱、风景优美、配乐动听的场景下，充满了各种烧脑的 BT。不得不说，这位可爱的小人身上的毛线可真是又长又结实啊！小编记得小时候玩毛线团的时候，最多滚2层楼就完了呀。